接下来其实我想要讲一下梅杜莎的幸运币是什么意思。就是，可是这边也很难讲耶，因为它没办法放大。我们先讲教父的箱子好了，它这里面居然有所谓的教父的一个套装。哎呦，我那个一直被抓走欸，但他把我领主抓走了还不放回来。我说抓走领主可以做什么？我被侦查了。电文在这里呢。我们的别墅已经在升了耶。这是什么？哦，炫石穴位，特别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吧。